問啦，第一次喺踢香港隊乙級嘅賽事啦，同埋第一次可以喺咁多觀眾面前比賽，好興奮。我覺得今日自己表現唔錯，做到教練嘅部署咁，但係有時可以再放膽少少，攞到波嘅時候可以做好啲啊。係嚟緊希望即係自己可以即係用波嗰度啊，膽量可以大啲啊，同埋要。即係幫波主動啲咯，即係唔可以再咁被動等即係可能踢，即係要再主動啲，要幫多啲波。